如图威所示，是 T 等于零的瞬间，一个弹性绳向右的 Y 对 S 做图，0.25秒之后变成 B 图这个长相。请问你横波的波速有可能是谁？就叫你看这两张图，知道速度有可能是谁。好，选项有好几个，叫你去选出来，六、十二、十八、二十、三十。那你就仔细看这个点，三这个地方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题目有说时间叫做0.25秒，它变成波峰，也就是说啊，它把左边的波峰移过来了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它走了多少？它走了几公尺？1.5公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小心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陷阱。他有可能走了1.5公尺过来，可是你不要忘记，千千万万个我还在后面。他后面还有可能是这个人走过来，多走了一个波长啊。所以一个波长是多少？叫六。一个波长叫做六，所以他还有可能多走了某几个波，不知道几个，n 个波，n 个波。所以他可能走了1.5公尺，再加六乘 n 个波。花了时间0.25秒，所以如果要求它的速度，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，距离就是1.5公尺加6n，n 是几个波？几个波？再除以时间0.25，啊，除以0.25就是乘4的意思，所以就变成6加24n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几个波就零个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都有可能，所以它答案有无限多组。那这个选项里面可以的就只有两个，就是 n 等于零六 A 选项，还有 n 等于一24加6，30选一，选 A 一。